你干嘛还剪啊？你要剪鸡手？头衣服脚脚衣服不晓得为什么脱一件，没有裤子，裤子炸了。嗯，啊，那你怎么衣服炸了照片裤子？我两件衣服哎、欸，我知道，啊、不知道裤子变衣服了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身上多一件哦，不对，那是我的裤子。哦，我在附魔。你有多裤子吗？没有、啊。啊、你身上的裤子也有一件嘛？哦，你就是要穿别人的裤子啊！你的比较香，我怎么知道少一件？那么多蹦蹦蹦，应该被炸了！哎呦，又蹦蹦蹦了！又在炸我们这，又在炸我们这！父母这边小心、啊！爆炸声这么大声，阿纳吉总会说这么安逸？天啊！没有啊，我想说，哎、想说都是你们在炸、啊。那吉，我们需要赌，他们那个这时候赌正好。那吉，他等下不让你赌了，我跟你说。我们需要支援，那吉。哎呦，那吉，哎，呜、哦，无敌一下，呜、哦，危险危险哦。国王受伤、啊。建议你们那个天花板就要盖一下哦。那个大恶灵，耶，附魔很危险。对啊，很危险哦。缺少哇！通通下去好了，下去好了，下去好了。你是说他是突然炸？我要先从下面射了，我们那里太危险了。我还没买盾牌，忘记了。我想要附魔。你别啊，这边很危险啊。二零，我们那边真的是盖到他们虫虫，非常的方便。哎呦，又射到一个人了，团团挂。团挂哇，嗯，哎，漂亮哇 ，nice 啊，二零零，直接射他，好了好了，短暂时间。二零零，你好会射，二零零，啊，你好会射，哇，哇，还好啦，还好，哈，厉害厉害，哇，偶像偶像，射啊射嘛。我也还行，在附魔，我在附魔，没有，他们也在附魔，附了一辈子，嗨嗨，哦，我的食物，跟进，嗯，耶，又来又来，还在来啊，来不停呢。走开啦，下去。嗯，嗯，来不停啊，这样我会受不了啊。就只好攻占他们那条啊。我一直在弓箭支援，接起来吗？对啊，接起来啊，攻占他们这条啊。但我在挖黑色大棒棒。啊，很黑、很大、很粗的那个吗？对，就是那个。很黑、很亮。没有亮。本国王在叠桥哦，好，有点危险哦。为什么强力又要五等？国王的心怎么又旱季啦？哎、欸，旱几次啦？哦、欸，他们又来了。嗯、哦，阿基，我需要喷一下，一下就好了。你有吗？喷一下就行了。喷多少？喷装吗？经验呢？我没经验。哎、欸，炸弹！叫你喷经验啊，不是炸弹啊！我没有经验瓶了，你怎么已经干了？就最近吃不补，吃不补，你干太快了吧？然后啊，一直狂丢哎、欸，哦哟，掉下来了，真的就还呢、欸。嗯、啊，你自己小心哦、喔，上去买一点食物。哎、欸，其实已经过了那个、欸、白天了、欸。要不要解除我们的疑虑、哦？好啊，不用吧？不用吗？这样让他回去的话，让他回去的话，他赌博怎么办？哦，有没有道理？我都按了。那投巧克力吧。既然他会有很多的白天时间，很可怕哦，打不到他的哦。也是可以啊，只要国王你安安全全，我们就没问题。好啊，真好。这么拼是不是啊？对啊，其实也不用投啊，我们不用投就不会那个。不要按啊，对啊，
我掉妆了。有人投我们就平票就可以了。我掉妆了。你怎么这么自私，国王？啊？怎么了？我怎么了？你也叠个闪电撞得上去吗？哦，是啊，我没食物，有点紧急，现在来拿食物。好吧。他是国王，他想要干嘛就干嘛。是，国王想干嘛就干嘛。是，我们只是畜生。不行啊，让国王补一下，他最近很干的，让他补一下吧。有太干了，太干了。不是昨天在补很多饮料。对啊，气、欸、死我了，那次真的，很痛的哦，杰克，很痛的哦，杰克。跟着，早上没睡好。出来啊，杰克，别怕、啊。啊。杰克，杰克，别害怕，明天带你看。挖空会有问题？有啊，挖干嘛挖他？躲在那里，我也是射得到的、啊。哎呀，这我跟你讲啦、哎，不跟你开玩笑的。哇，哪听得到你在跟他开玩笑？还接不到啊？心电感应啊，用心念在呛他了啊。挖掉是直接没有，什么东西挖掉？一个啊，中介的那个。救命！我真的上不去。你要上去哪里？我们家二楼。挖石头，可恶，气死！你有电脑子，我给你啊，我给你。你在哪里？没关系，我挖到了。啊！我在守着我们家的虫虫。这投票也太久了吧？他说你不投就永远不会结束，这样。会是吗？ 200会不是就一点点时间、欸欸嗯、我记得人家说会到晚上这么久、哦、我居然没掉下去。小雨你怎么这么稳啊、嗯、下去、啊、还这么稳，可能下盘比较哇比较稳、欸、可恶，如果我急推就好了。我想说这一定让他掉。繁星，你变那个锁链装了？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你这样我会射不准，欸、你会吸引我的目光。我们退回去，我退回去。我现在强力三射人比较痛了。小雨又想要来，小雨想要射你，凡凡。好，但我觉得他应该射不到。只有你可以。他们现在想要盖到那个最右。边的那个边界，应该是想要炸那个补血塔，还很远，还很远，我慢慢也扑过去。哎、欸，战斗补给包，哎、欸，有点胖。哎、欸，战斗补给包就是补给包，更多的装备。嗯，他会给你你现在现有的阶段的装备。哦，中了，中了，中了！哎呀，我要十字镐，我要一个找谁买啊？战斗补给包啊！战斗补给包会有、嗯，他什么都给你，都给。其实发光有时候反正看不太准，对吧、啊？他们四个人都在提空桥哎、欸。对啊，那还有一个人呢？哦，在下面。哇、欸！好像在几个？哇！点名点名点名！哇！有三发光！哦，等下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为什么？快跑！有位点名呢、啊？啊！哦，你是在上面哦。对啊。差点忘了，国王在上面。有位国王在摔死，点名之后刚往下跳。哎，然后我们趁机又靠过来喽。我们有没有人可以来那国王宝座这里帮忙垫东西啊？我吗？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在挖棒棒、啊。挖棒棒。对。国王宝座从这里垫到那个最右边的边界，最右边的边界，对，我这里，我这里，他们在叠边界那边的东西，对，他们想要从边界那里去炸补血塔屏障啦，对，屏障，哇，那我们就用屏障，对对，所以需要叠，需要叠，还是20可以叠，我给你那个垫脚石，后面也有一点哦，哎呦哎呦，炸 TNT 哦 TNT 哦，我知道我知道。没事啊，没事啊。主持人，上吧。我已经讲话你了。上吧。120就决定是你了。
哎、欸，那个五搞几块钱？五块对不对？什么？哦，结束了。哦，木稿几元啊？木稿有木稿这东西吗？不是斧头，就是挖那个木斧了。拆箱稿，拆箱稿，拆箱稿五块钱。哦，好。啊，选不出来啊，我们只能继续看下去了。可以选。对面的还没看出来吗 ？T， 对面的也没出来。对啊，对面的不晓得泱泱吧，泱泱感觉都没看到，其他人都有看到，都有在做事，所以对他们应该是泱泱。嗯，杰克也有在做事。哇，那个桥盖过去了，那就直接准备完毕了。好，好，小雨是间谍，小雨居然。打我那么开心欸，对啊，而且还有多少次机会可以害他们自己人啊，我还射射中了几次欸，哇 What？ 欸挖中间啊，哦欸那个远离哦，远离远离哦，远离哦，远离哦，这里哦，这里哦，哇啊，你好可惜哦，居然是你，完全看不出来欸，你超有在做事欸，对没做什么，没做什么。有啊，我为什么？我只有带钱回来而已，没做什么。你带什么钱？不是你在那边有做很多事啊？有吗？你感觉都在帮他们、欸？你在阻止我们、啊？我只有打几下繁星而已啊。很多下。二零零，你还可以哇！二零零哇！炸死了！你可以帮我捡装吗？我帮你捡，我帮你捡，我帮你捡，我帮你捡。公，至少那个公，其他都不重要。所以你们还没有没捡到，公没捡到，公没捡到。知道是谁啊？我们知道是谁啊？只是不想让他回家，是不是？对，他们不让我回家、啊。你有错、哦，是你啊？是我、哦。这是自己招，是不是？欸、所以公没了，是不是？公没捡到。我其实不有公有都是一直在下面挖而已。你就赌啊，不然你家会没钱喽。对啊，你就赌啊！等下，隐约要赌钱了。公，真的，他等下有公有，不是，这是强力耶！我有一把强。哦，三，这里有，这里有三。哦，三我拿了，二跟一有没有拿？二，我先去扫，我先去扫。拿完了。我去。那个木箱是谁放的啊？你吗？哪一个？那个棒棒那个的木箱。棒棒不是棒棒不是。咋后？等一下，好了。好，谢谢。我听到瞬移的声音。有瞬移声音。嗯。阿吉去哪里了？阿吉你怎么了？哦，这是哪里啊？靠背。阿吉你去哪里了？他不知道他去哪里了。你是用错技能了、啊。我刚刚听到我耳朵旁边有东西。我忘记技能怎么用了。星。星出去就会啾星。他刚才想偷我东西吧？没有。没有啊。我耳朵旁边听到叮一下，然后我就看到阿吉那边。我忘记技能怎么用。哦，又炸。别啊！他们一直在炸、啊。金钱制造机是什么东西、啊？他们是想要炸我们家啊！一千块啊！哎呦！我就讲了、啊，你获得人生的第一千块钱。他好像在我们家屋顶上哦。在上面啊！我刚没有做事情，也会跳起来、啊。有啊，就是有用有努力有努力啊。哦，原来努力是会跳钱。对啊。是的。所以越早生越好。越早生越好。别炸啦！冷静啊！是不是多生一点更好？很炸、啊！自己弄下去啦！哎、欸、，It's me！ 你的哇，可惜，我以为没事。Mario， 有没有垫脚石啊？我们这都没了。垫脚石这里哦。嗯，好，感谢。东西应该在上面。他们决定挖那个哦。无限挖哪个？不是吧？是我想没有把他们刚刚在炸虫虫啊？飞船啊，虫虫都被、啊、被我们那个、啊、弄了，挡住了。啊、炸飞船，超亏、欸！飞船有点累哦。其实我们现在只要一直有人去弄虫虫，就很、啊、就稳赢了。因为我们第一天的时候，那个光说啊，我们都不用做点，我们都在家下面挖就好了。然后我说啊，那我当间谍要怎么办？我不能出来啊，算了，那就挖好了。你们第一天光是谁？
国王杰克啊，佣军，说我觉得在家里面挖就好了。然后我们就说，啊，不可以上去哦。我说，那我可以上去买装备吗？国王，我要通行证。他说，好，可以上去。哇，他只想要优越感。佣军呢、欸？好搞笑。哎呦 ，TNT， 这是谁丢的、啊？嗯，应该是杰克，团团或杰克。对啊，我弓也不知道被炸到哪。不见了，不见了。该来，我其实还好，有个强力一、强力二就很够用了。哎、欸，哇，那活尸刚好出现，刚好把我打下去，不好意思、欸。对，活尸干嘛、啊？开赌了是不是？好、嗯啊，我要赌了，我要赌了。OK。哎呦，再不赌也没钱了，赶快领出来。哎呦，对啊，赌起来，赌起来。哇，娜姐，你看你都没钱了，他们都在弄你啊，赌回去了，娜姐。没钱是要赌什么？你刚刚一千多块嘞，都给对面了。我全部赌光了。哎、欸，你没有赌啊？你没有赌啊？赌啦。你赌什么？给他们、哦。这些都是你的赌博。给他们赌哦。那是给他们赌哦。原来是给他们赌了啊！哎呀，你月的钱还在呀、啊。杀人啊！你竟然舍得让他们赌，不自己赌啊？对啊，你居然不让自己赌？对，不是我认识的哈基啊，不是。哈哈哈哈哈！听错了，听错了，太紧张了。我心里一直想着你，哈基，要保护你啊。哦，失明，又失明，按摩摩。他们三十秒。我要多炸一点虫虫，让分数拉远一点。我觉得我要多一些这游戏的知识，太久没玩这游戏了。你都只在赌而已啊，叫你正常玩你都不听啊。哎，你是间谍，你可以多帮他，尤其是因为在自己方。这个雷可以干嘛？你在自己方的话，那你我们打不了你，你就可以直接去炸锅。嗯，雷啊、哦，也是可以把钱送到对面去啦。对、嗯，也是可以的。同的玩法，但只是说，我说打雷，我在哦，没事，算了。打雷就被雷劈一下而已，那打雷这样而已，这样而已啊，就雷一下。哎呀，看不到路，看不到路啦，负债满满的。哎、欸，原来还有一千多，我觉得我们真的要去炸一下哦，嗯、因为他那全赌还是有机会。可以，啊，